请支持 TVB 逆境同行。东张西望发动的逆境同行大行动得到越来越多的有心人支持，令到社会上面更加多人受惠。在过去的星期六，逆境同行来到南田启田村派发口罩，亦都有探访老友记，口罩到手，公公婆婆都好开心，仲同我们的艺人同事合唱粤曲添啊！应该开朗，一啊二，轻易走。都好開心今次可以派啲口罩俾長者啦，因為知道佢哋即係可能揾到口罩途徑比我哋少啦，因為我哋可能上網睇啊，或者去唔同嘅國家訂啊，咁佢哋比較難啲嘅。咁今日真係可以親手將啲口罩送到佢哋手上，都好開心咯。之後我哋去到觀塘秀茂坪村派口罩，有街坊表示而家嘅口罩售價實在令佢哋望之卻步啊，所以今次收到免費派發嘅口罩，佢哋都好開心啊！开心啦，最主要都依样嘢，样样都唔紧要。系咪？即系话近排想买个口罩都难咯。系啊，贵啊嘛，我哋老人家。因为呢排工作都比较忙碌，咁我都系，总之即系知道今日要派，咁我即刻啊，好啊好啊，公司叫我出嚟派口罩，我好啊，即刻出嚟派。咁希望之后再都有啲时间可以再筹集多啲物资，去帮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咯。跟住我哋就马不停蹄去到翠屏北村，将爱心传递开去。係嗰啲我就買唔到啊！完全買唔到。係啊。係啊，所以屋企係完全冇口罩定點樣啊？屋企都冇啊！一個都冇啊！係啊！我希望就係大家互相鄰舍又好，其實多啲關懷咯。我覺得今次我哋公司都係提供咗一個非常好嘅平台，去俾一啲有心嘅人士去做呢件事咯。咁希望將即係大家將呢份愛繼續延續落去咯。